湖内的，湖内的，独立的委员会啊，所以唔免来了，对啊。啊，你来啊，即卖迄个歹势吼，因为他都有过来议员吼，啊，讲今仔个有咱的市民要来吼，所以咱今仔下晡开会两点较开始，好吧？好，嘿，两点哈，谢谢。
气了。目前哈，咱签到的人数哈已经过半哈，啊，已经嘛达到咱开会的人数哈。现在本席宣布哈，啊，开会正式开始。非常欢迎哈，咱大台南市哈，啊，咱诶市民哈，啊，今仔来参加，啊嘛来关心咱的这个房屋税哈，啊，欢迎您。市府哈，咱财政财政交咱税务哈局长哈，啊，甲率领着咱所有哈，咱的啊，率领着咱的副市长哈，哎，副市长，副市长率领，写点特别，歹势哈，啊，新闻媒体哈，各位小姐、先生，大家好哈，今仔日是咱八月十九号星期五哈，议定哈，诶，咱的房屋税哈，诶，调整哈，专栏报告啦哈。啊，首先，咱请咱的这个张局长哈来报告。啊，我唔知。等一下，不要紧。局长，你要等你一下呢。咱即摆哈，咱列席的咱的乡亲哈，咱即摆就大家哈啊，静静来听咱的财政局长哈，啊来对咱的房屋税专案报告哈。局长，请。大会主席、国议员、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还有今天列席的乡亲，大家公安。今天由财政税务局局长张少元来报告房屋标准单价的调整报告。报告分第一页分目录，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我们附件也做了页码。现在开始
本文大纲。今天报告有十个子题，请参阅。105年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房屋标准单价调整报告，第一，房屋税基调整缘起与推动历程。缘起，前行政院长陈聪于101年2月21日视察财政部业务，时任财政部部长刘益儒简报财政概况及财政部当前重要工作，陈前院长才是各界对于筹划中的财政健全小组寄予厚望，财政部应就相关议题邀集产官学社会团体共同研讨，凝聚社会共识，研提可行方案后推动实施。第二，财政健全小组任作为，第一，101年3月28日首次召开会议，讨论议题分为财政改革与税务改革。第二，101年7月10日至8月14日，分别于高雄市、台中市、花莲市及台北市举办财政健全小组财政改革议题分析座谈会，并就各场次座谈会所提建言、会诊建议、房屋税及地价税税基严重低估，建议由中央主导检讨调整，并由财政部赋税署来主办。第三，财政健全方案，江前院长时代，陈聪时任总统府之政，财政健全方案参阅附件一，于103年1月20日由财政部呈报行政院，经行政院于103年2月25日核定，原则同意该方案之政策方向。方案分为中央政府部分及地方政府部分，地方政府开源部分有关房屋税，要求各地方政府合理评定房屋标准价格，中央订定之具体执行措施与其程如下：一、各直辖市及县市政府依法核实按各种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区分种类及等级，评定房屋标准单价；第二，各地方政府于未来两次评定房屋标准价格时，将房屋标准单价调整至合理造价之40%至50%为目标。第四，陈聪院长任内，因政府财政恶化，推动财政健全小组及财政健全方案以改善财政，不论中央或地方政府，自103年起，即遵照行政院财政健全方案的各项措施执行。第五，财政部业务考核建议，第一，为提升地方财政自主，落实居住正义及维护租税公平，请合理评定房屋标准价格。直辖市、县市政府公告之房屋构造标准单价，已沿用30年，均未做合理调整，致房屋标准的价格严重偏离实际情形，而无法核实核定房屋现值，对税收影响甚巨。第二，对于合理评定房屋标准价格方面，建议各地方政府全面检讨，并于108年前完成调整房屋标准单价至合理造价之40%至50%为目标。第二，调整背景：第一，73年迄今未调整，本市原采行之标准单价表系73年沿用迄今，逾30年未予调整，致房屋标准单价
已远低于现行房屋造价，无法核实核定房屋现值，连带影响房屋税及以房屋现值为税基的契税税收。第二，社会居住正义的期待，持有不动产之租税负担低，造成租税不公及影响财政税收，致房价飙涨，成为政府最大的民怨，且不服良能课税之精神，也违反居住正义。第三，审计机关的建议。第一，监察院审计部政府审计年报历年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增进财务效能的建议，101年度对地方政府部分，地方自有财源匮乏，政府财政状况欠佳，债务余额持续攀升，允宜检讨强化财政结构，落实开源节流，强化地价评议机制，合理课征土地房屋税捐，通盘检讨现行各项收费项目及标准，落实使用者及受益者付费原则。102年对中央政府部分，房屋评定现值常年未能反映市场价格，财政部于民国99年2月2日邀集各地方税捐基征机关召开研商合理评定房屋现值相关事宜会议，以敦促地方政府合理调整房屋标准单价。部分地方政府自筹财源不足，允宜核实检讨房屋评定现值，视切课征房屋税。103年对地方政府的建议，地方政府房屋税激增情形允宜通盘检讨，逐步调整房屋评定现值，使之更趋于市价。四，即参酌台北市高级住宅课税措施，促进租税负担合理化。104年对中央政府的建议是，妥适调整非新增改建房屋构造标准单价，以增裕财源，并维护租税公平正义。又依《房屋税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及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管稽征机关应依据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评定之标准，合计房屋现值为各县市政府民国99年以前采行之房屋构造标准单价，系于民国70至73年间评定，并沿用至今，已逾30年，未随房屋造价上涨而适度调整，致评定之房屋现值明显偏低，应妥适调整，以增进地方政府自有财源及改善财政状况，并维护租税公平正义。第二，审计处历年对台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的建议，102年房屋税为地方税收之主要来源之一，为房屋评定现值及税率未尽合宜，影响房屋税收及租税公平，经查台南市102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决议，房屋标准单价仍沿用财政部73年订定标准，迄今已30年，显不合时宜，亦偏离市场行情，台南市房屋税征收情形亟待通盘检讨，合理调整，为充裕地方财政税收，以维护租税公平。103年审计处的建议，房屋标准单价长期未予调整，税负制度有欠公平合理，允应检讨改善现行房屋税及评定标准，强化其配合区域发展状况与房屋价格之合理调整机制。六都中仅台南市及桃园市未调整。
三，房屋税计算的公式，房屋税计算公式是房屋税额等于房屋的现值乘上税率，这里面房屋的现值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房屋税率是中央立法的权责。那么房屋的现值呢，它是等于房屋的标准单价乘上面积，再乘上折旧率，再乘上地段率。我们这一次调整的就是房屋标准单价。第四，五都调整情形，调整的幅度，实施的日期，台北市请各位参阅，台北市是 2.6 倍，新北市是 1.92 倍，桃园市是 1.6 倍，高雄市 1.81 倍，台南市以105年计算，第一年增加54%，第二年增加65%，第三年增加81%，平均增加67%。实施的日期是从105年七月，实际课房屋税的日期是106年。第五，本市合理造价参考的依据及理由。第一，合理造价是依据。第一，参照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附表一，合法房屋之重建单价补偿标准，请参阅附件二。重建单价作为合理的造价，也就是我们以台南市补偿标准作为我们的合理造价，它的45%作为我们的合理造价。第二，理由，此补偿标准为台南市办理新办公共工程之土地改良物补偿、迁移费、救济金及奖励金的发给所制定，经议会通过，并经台南市政府于101年七月11日公告之自治条例，有法律的基础。第二，其分类及分级与原适用之标准单价表及市场房屋构造种类相近。第三，以此基准计算之负担，比目前市场上常用之建筑施工费、建筑物总工程费单价参考表为轻。那么以下是这两个的比较，以四层楼的建屋，如果以现在我们的标准是11,970元每平方公尺，如果按照建筑施工费的，就会19,700元每平方公尺。如果是12楼的建筑物，按照我们的标准是15,230元每平方公尺，如果按照建筑施工费的，就会达到28,300元的每平方公尺。所以我们考虑到市民税收的负担，我们采用比较低的标准。第六，重新评定之新标准单价适用70年七月起，以涉及旧屋之理由。第一，依据房屋税条例与财政部令示之规定。第一，房屋税条例第11条原规定，如物价总指数有30%以上增减的时候，应该重新评定。为73年至90年物价指数均未有超过30%的情形，所以均未调整。故于民国90年六月修正房屋税条例，规定房屋标准价格每3年应重新评定一次，请参阅附件三。第二，财政部103年11月5日号令解释，请参阅附件四。第一，原依财政部99年2月26日号函解释，请参阅附件五的规定，重新评定的房屋标准单价
仅适用于重新评定后新增改建之房屋，为依该函释规定，使用执照核发日期为103年6月30日，与核发日期为同年7月1日的两个建物前后仅相差一日，因适用不同的标准单价，税负相差达1倍以上，背离了租税公平的原则。第二，为解决上述不公平现象，财政部在103年11月5日发布号103年的号令，解释废止上开99年的函释，并规定地方政府评定房屋构造标准单价时，得视地方实际情形，自行决定其适用原则。这个是我们决定用90年7月适用的一个法令上的基础。第二，维护租税公平与建立合理化之房屋税课征制度。第一，坐落于同一区之每间房子所享受到的公共建设服务，他们是相同的，不会因房屋之新旧而有不同。第二，台北市于103年订定新标准单价表时，受限财政部99年的规定，因此新评定的标准单价只适用于103年7月1日起取得使用执照的房屋，造成使用执照仅差一日，却有适用新旧标准单价时空落差达30年之久之一刀切的不公平现象。以台北市万豪酒店为例，它与其邻近的美孚饭店，只因为比万豪早8个月拿到使用执照，即可适用30年前的旧的房屋标准单价，税负跟万豪酒店相差的2.6倍。第三，以台北市仁爱路地堡这样的豪宅，它也是用73年的旧的房屋税的标准，因此它的市价呢，推估3亿的房屋呢，价值3亿的房屋，评定价值只有2300多万，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台北市政府为了消弭争议，以地段率加成的方式，对旧有豪宅加税，独创豪宅税，所以产生某些房屋税条幅高达27倍的所谓暴冲式的房屋税。那么90年涉及之房屋，沿用73年的标准，迄今又计算15年的折旧，跟现实脱离。我们用几张图表来跟各位报告更实际一点。好，那么为什么要自90年7月1日起调整适用？我们看，以一栋在台南市最多的民宅来看，3层楼的透天处，它在73年的时候，每平方公尺标准单价2600块钱，那105年7月1日，我们重新调整，它是5100块。那么假定你是在6月30号，按照现在的标准，如果我们不从90年7月1日来起算的话，你6月30号的人呢，你就适用每平方公尺2600块的税基。那隔一天7月1号的，你就要适用5100块的税基。所以这是一个时间呢差了一天，但是这个税基呢，标准单价的是差了时空差了30几年。那么我们假定用90年7月都适用，各位，我们会经过物价调整，我们会经过折旧，所以会有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
我们105年的7月1日，我们适用了5100块。那么假定是102年的，我们就会适用4350块。那么到96年7月的房子，我们适用的标准是4000块。到90年7月以后的3650块，这个差距就不是一刀切，一个平滑的曲线。那么90年6月30号以前的，我们通通不调整。这是我们为什么用90年7月1日调整的重要的原因在这里，避免说刚才跟各位提到台北地堡这么好的房子，它却是用73年的标准单价来课税。台北的万豪酒店跟它隔壁的美孚酒店差了几个月，税基差了2.6倍。这些都是当时我们考虑到如果不这么做会产生的争议在这里。好，那个下一个。今天我们用105年评定单价，结果刚才讲6月30号的才好，7月1号才适用，那么6月30号的他会用73年的单价。我跟各位报告，如果90年的他还要折旧，用73年的单价去再折旧，所以到如果到90年的房子，他用73年的单价呢，再折旧15年，就变成58年的，这样可以吧？好，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思考为什么要适用到90年7月1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在这里。好，下一张。刚才有提到台北市地保标准单价公布了以后，它是用73年的，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地保这么豪华的房子跟一般市民住的老公寓课税的标准单价居然是一致的，各界都认为这个东西不对，要调整。但是它为什么没有办法，它为什么引起争议，也就是它一刀切，它是103年调整的时候，它只能算旧，只能往103年七月以前盖的，但是地保是在103年7月以后盖的才适用新的税率，但是地保是在之前，所以它适用73年的税率。所以台北市为了要消弭这样子的不公平呢，所以它定了很高的地段率，它定了很高的豪宅税，所以如果原来的标准单价来定，我们一个钢骨造的22层楼的豪宅，100年7月设计，面积122平，那么如果按照台北市的现在的标准，原来100年它还没有豪宅税的时候，它这一户要纳116000块的税金，到103年它定的豪宅税，这一户呢要纳465900块。那到了104年，它的标准单价刚才跟各位报告，它调整了2.6倍，也就是原来的再加1.6倍。这个时候呢，它的房屋税呢要达到1,112,000块。那到了这个，如果这个屋主呢，他的自住的房屋超过3户以上的话，他的房屋税呢会达到27倍，因为又有这个税率呢，又会从1.2提高到3.6，所以他的整个房屋税呢会达到330万。这个是最近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电视上说这样的税率叫暴冲式的税率，这个是不合理，没有错。但是仅限于台北市，台南市没有。好，下面一个。
刚才跟各位介绍那一户台北市的，我们同样拿台南市钢骨造22层的大楼，107年同样时间设计，面积也是122平的房子，用我们的税率来看，在没有调整前，房屋标准单价没有调整前，他要纳的税，一年房屋税49000块。啊，台北市它比较贵，它一开始还没调整是11万。那好，我们106年调整，这一户会变成69172块。那么到107年，它会到71000多块。最高的时候到108年，它是75982块。刚才台北市的是要110万，如果它是超过三户，它要330几万。所以台南市没有暴冲式的房屋税，纵使调整后，它也没有暴冲式的房屋税。啊，这特别要跟我们议员先进来报告。那么现在报告第七点，本市调整原则：第一，调幅最低；第二，调整时间最晚；第三，冲击最小。首先报告调幅最低，本次调整我们接受我们议员先进以及民间各界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把它分3年调整，避免冲击太大。所以跟105年来相比，第一年106年的时候，它的平均调幅是54%；第二年107年为65%；第三年是81%；3年的平均调幅是67%；3年后，它就由下一次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重新评定。那么为了方便说明呢，我想在这上面举房屋税10000元为例，请各位参阅。在台南市房屋税，一般正常的家庭居住的房屋税超过10000元的不多。第二，调整时间最晚，相较于其他五都，大部分在103年就已经开始进行调整。本市考量租税公平及市民的租税负担，延迟到今年105年再来重新评定。也就是说，103、104及105年仍按30年前的标准来核课房屋税，且折旧照算。而且呢，我们是分105年调整，我们在106年分106年。107年、103年、108年呢，分3年来打折，所以别的县市103年就到位的，我们要到108年才会到位。我们把时间呢尽量的拖后面，来减轻市民的负担。那么冲击最小，这次的调整，我们从90年7月1号适用，所以全市的82%的房屋都不会调整，影响范围只有18%。也就是说，我们全市呢有61万户的房子，有50万户是不会调整的，大概10万多户呢是会受到影响。那么90年7月之前涉及的房屋不调整，第三个。构造是加强砖造、钢铁造、木造、石造、砖造、土木造及竹造的房屋均不予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家庭在屋顶盖的晒衣架、晒衣用的平台，我们在庭院盖的这个停车的车库，我们都不会跟你调整。第八，我现在呢，大家常常说台南市有的说调了多少倍多少倍，我想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一，在东区一栋九层楼的大楼，1991年3月设计，面积32坪，这个就是一般大众居住的公寓。105年，它的房屋税没有调整前的房屋税5036块，106年调整了，被6461块，加了1400块，不像大家传言说的，加了好几万块。我这里特别跟大家做这个说明。另外再举一个，在新营4层楼的透天处，1998年3月设计，面积52坪，105年应该缴的，没有调整前，他要缴的房屋税6496块，到106年，他要缴的9895块，涨了3200块，也不是外面讲的涨了好几万。这里特别跟大家来做更清楚的报告。我想调整是会增加，但是不是像大家刚才举例的台北市的暴冲式的增加，是非常和缓非常轻微，但是总是增加了。好，第九，我们增加的税收做什么用途？我想市民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新增的税收将挹注在资本门，也就是实质的建设，包括治水、交通，交通是包括我们的大众运输，还有路平，另外一个是教育，以及台南市最重要的农业地区的农水路的建设，来提升我们城市的竞争力，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第十，结语，105年房屋标准单价业经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评定，本府105年6月20日号令公告，并至105年7月1日施行，其目的在让30年未调整的房屋标准单价合理化，难免让市民的负担增加。但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期盼市民能共体时间，市议员先进能多加指导协助。报告完毕。张局长，请坐哈。各位议员同仁哈，咱等下哈发言时间是不是3分爱延长1分？请，嘿，蔡议员。依照大会决议，咱副议长主持的会议，咱开议日，佮要求税务局将105年4月迄届决议交第二届六月决议的，爱甲资料完整提供予本会做参考。咱财政税务局长讲的拢对市政有利的，我投影一个资料做参考啦吼。对咱市政不利的，伊毋讲。这个案件房税调整到底偌济？今年总共是偌济？拢无人知。到底市政府？啊，我甲多一个资料翻一下，我证明吼，我投影一下。啊，无我甲妈讲，咱市政府对有利的拢讲有利的，啊不利的无爱讲啦。哦，第一届到底上济调整偌济？大众媒体报道讲调整上少。超百二啦，二啊二啦吼！咱来看这资料，咱财政税务局含资料阁歹提供予咱，上济有调到107%呢，到尾200%呢。伊中间讲的剔除歹调整，第一届有讲要调整剔除无？咱写了歹照，大会决议的，咱财政税务局人是咧变啥物鬼？敢做唔敢当，唔敢接受检验，是安怎？安尼，阮今仔开这个会是要咱当作阮遮拢。弄来家的演戏呢，配合你的演戏呢。是啊，财政税务局长主席，是啊，唔敢甲第一届开会决议要调整的，提予大家。咱反改大众媒体报道，副议长伊在底下拢采取的，必须要交交104年，
是一百块五年四月开的第一届，家己这出席委员，因讲啥物提供，大家知。咱再就说不叫我们提供，好个知，我唔个知影讲伊这啥物工会代表代表，透过民间的关系，卡去甲这委员讨，遐委员讲款都无法度啦。咱市政府做主的吼，安尼呢？议员，你是不是感觉讲伊今仔专案报告？都无资料，咱四年无同款。伊后来咧拢对有利第二届啦，第一届因为是红掠包了，吃两届无当派甲国民党议员开记者会讲了，咱市六伫议会讲无调整100%，我第一要证明讲有100%啦。你也看卖167%，啊，伊唔资料好咱，伊拢讲伊第二届有利的委员是唔免讲，咱拢知影上做委员啦，哦，白面东叔卖闹亏啦，哦，后日写字讲因有替咱讲的啦。啊！暗资料给咱，啊，安尼是安怎？大会决议的是安怎？哦，主席，咱的财政税务局长是咧搞啥物东东啦？副局长，你是市长敢做唔敢等你啦？你嘛第一届决议要调偌济，予大家知一下。啊，还是我要公布第一届你开的资料？我民间咧唔是我朋友呢？你其他咧说咧演你玩听，讲你调上少，是我甲你逼的呢？是民间咧无党派交国民党？引起大众，大众民意重视呢，是大众民意先给恁变呢，啊，恁煞唔敢讲实在话哦。我甲草原报告。哦，安怎你讲啊？第一届我未做个啊。声音。恁违反大会决议呢？恁来煞对恁有利，安尼是要哪开啦？咱要探讨到底第一届恁要调偌济？要讲市长伫议会无办法讲录音带，才拢该足个议员问个录音带出来听。市长绝对无超过100%，啊无即调197%是安怎调来啊？是因为阮讲了，大家讲了，无党派国民党讲了，百姓反应，看来大家市长较过105年那会过去开会呢？啊无第一个主要钱也毋敢摕来啦，啊无是安怎啦？无讲话嘛咧啦，大会决议呢？议会不是儿戏呢，是大家的代表民意机构要求的呢。安尼小暗贴来是安怎？小暗贴来，为什么不提供了？主席，副市长国旗啊，提供第一届开会资料贴来吧。资料，第一届迄个召集人哈，曾系正副市长他已经到中央去做。啊，恁财政税务局长没换呢？台中税务局长是不是请他解释？对啦，伊无换咧，啊无解释看嘛咧啦。好啦，是唔是第一届开会诶？资料因调整偌济，资料无提咱看嘛咧哟。好啦，你卖是要开始正式发言，还是要迁移问题？你拢无起丁，来叫起丁来啦哈。刘坤浩议员，请。刚才出现吼，迄、那个财税处的处长、局长，我头拄仔听你咧讲诶，咧报告吼，你是报告啥物人听的啦？重点无讲，啊，甲讲嘛讲你对，啥物叫做居住正义？居住正义是我咧甲你讲，我们要居住正义呢，你敢听？你刷恁咧广告，恁咧讲，全国。全国甲台南市都民国90年7月7日一处开始爱加税，其他县市都103年，你即摆是安那？欺负台南市人哟，欺负台南市人好欺负哟。学者出来讲，这段时间出来甲恁讲，专家出来甲恁讲，讲恁安尼是违法，恁拢无咧听。你头先我听你报告。甲讲两届陈冲好，你讲陈冲过去的行政院长，伊替国民党讲话，安尼我即马甲你报告一下，外加我甲你报告一下啦。昆山大学陈淑美教授，陈淑美教授，咱本身咱市政府也拢咧甲重聘的，应该做重力吧，嘛拢在替恁讲话吧，伊嘛出来发表，讲恁这个加税是违法的。结果，你讲恁违法的学者，恁也无要当作听话听。你即马是欺负台南市人，欺负到实在是我看台拢看袂过啊！迄一天，我伫议事厅讲，你处理这件代志，甲处理粪扫有啥物差别？你讲要我过？
啊，我若为着乡亲，若你给我告，我若去罚钱，我嘛甘愿呐。你欺负台南市人，尤其啦吼，你这算作助纣为虐啦。大清的因，包括恁真侪民进党诶，那你到选举的时阵，拢讲市民上大，民众上大，结果欺负这民众，欺负到这严重。恁家己想看卖啦，你即个加税，其他的县市拢是合法的。你讲咱也是合法的，为什么咱卖对其他的县市？其他的县市拢输103年开始加税，为什么咱唔对其他县市？你也解释清楚啊！你是看台南市民好是看欺负？我甲你讲哦，我今仔日是阿哥咧讲，你处理这件代志是甲笨蛇同款。你敢知你那？你无落去下乡看卖，看菜市啊遐阿桑，那伫市场哦，对啦吼，那讲到加税，迄是甲恁兜18代做工时都甲扯出来啦。你敢知啊？财税处的处局长，公门好修行呐、啊，替乡亲想。加一分钟。所以。是不是啦吼？迄、那个主席，我直接因为动车时吼，不动产评议委员会，伊的意思讲不动产评议委员会会当主张所有台南市的税收啦。迄、那个时阵，台南市有推派两位议员，应该是由咱台南市议会推派，殊不知这两个议员是由赖清德聘任的。一个就是陆美琪，一个就是李退之，因拢徛伫赖清德的角度，不管加税无加税，无替台南市民想。税务局长，你起来，我要求你起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袂使对其他县市啊？紧张紧张。你等一下回答，我即马先甲你要求一下，因为等一下作起来，咱是毋是会当做一个猜测？才是要经过台南市议会，是不是吼？咱的议员发言刷，咱做一位才是，好唔好？落，刷落去议员，咱张顺良议员请。感谢主席吼，嘛感谢咱台南市的乡亲吼，啊，伫咱市议会旁听题吼，啊，旁听题，啊，伫安尼迄落做观众，而且。要听咱台南市咱的市政府无能的施政，无能的施政，啊，不要开源节流，全部一定无选举压力啊，拢上老百姓的落地啊！我今仔日吼，他拄啊吼，看咱财政局长就对啦吼，伊他拄啊伫迄落宜顺台咧报告，完全拢伫遐玩文字游戏，大家拢摕台北市咧甲台南市比较。台南市要安怎甲台北市比较？你们讲我听，规个全部拢伫遐玩文字游戏。我讲是安怎？103年，全国你讲的，人各县市的税收拢咧调整，是安怎独独按台南市唔爱调整？因为这就是政客的行为，政客就是伊创啥物货，可能选票，只要我会当当选，先互恁爽。安尼，啊无103年，你敢唔调整？人台中就对，嘛同款无调整。但是咱台中咧较偏僻的所在，人佫减降税，人佫减降税，因为迄起里啊厝无人买，为着要鼓励人去遐买厝，想讲啊，若去买一台车320的来驶，税金来交3-4万；我若买一台小台的来驶，我税金交6000-7800尔。啊，所以人就去遐买，安、啊、唔是？创啥拢是为着政治考量，即款无能的施政无能的政府就对啦吼。你甲想按台南市政府，按百姓对伊无够好吗？互伊全国民调第一名的，不管是真正第一名好啦，假第一名好啦，我看这完全拢包装的啦，被媒体塑造造神啦，大家都会啦。媒体若要我詹顺良，明仔在台南市请假，逐日都甲报报詹顺良，为安那卡拢让老百姓行做伙。唔惊，走也难惊，勇敢向前行，我有哪会足穿啦？唔是干那伊个尔啦，
开老百姓钱来买民调，有啥物人摇摆？啥物人摇摆？我甲你讲，唔好规日伫遐玩文字游戏啊！玩啥物文字游戏？该去的时阵你唔去，安怎是安那？台湾先变两个国家，台湾国家从1903年开始去，独独按台南市爱往前回退15栋。啊，你讲，你讲伊起价，啊，我即摆请问你，局长，你爱注意听，你蛮不耐，你徛起，你徛起，听听我来讲一下。我即摆问你啦吼，足简单问你一句话啦，这厝，你讲房屋税？地价是打起了，无我即马来去帮。再给一分钟。要起什么税？我即马甲你讲，唔忙，想讲伊厝里啊大，你讲不动产建设委员会讲哦，啊这个所在拢起价，伊敢有咧买卖？我请教你，伊有咧买卖无？伊敢那这间厝里啊大尔，安尼袂使，小房我咧伫对杀，伊敢有咧买卖？有咧盈利吗？无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迄一天甲你讲，重庆路较早一间厝租人10万，啊，即卖3万租袂出去，你敢有要甲降价？恁都拢讲恁赢的，讲恁对的。台南市的老百姓真正这么值钱吗？这么值钱吗？我希望讲咱身为公务人员啦，人才热门好修行啦。我甲你讲，你有哪点要退休啊？政治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啦，莫坐地为敬啦。现在不是帝王坐的啦，怕什么话？做人要维持一个尊严啦。台南市这么多老百姓，在做你的后盾，你是在怕什么？有什么人怕？你看他夹着，张局长，请坐。扫落去，换咱李坤宏议员，李议员请。感谢主席哈。在呀。拄只张顺良议员讲过吼，15栋来拢无调整。过去这15栋，不管台南市、台南县，拢民进党执政。然后我就讲到这里而已。现在要调整保税。全国跟他台南市追溯到1990年7月1日嘛，财政部没有这个规定，是不是？咱台南市家己要求要追溯到1990年7月1日，这第一点。那第二点，依照咱的调整的明细表，咱这本黄色的报告嘛有啦哈，但是个人有这个资料的是条幅，因为咱。为1902年到1990年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也分4个类，分4类。第一类就是大饭店嘛，哈，国际大饭店。第二类就是医院、旅游业。第三类是住宅。第四类是工厂厂房。但是伊本身安尼个看，调整相关的是第三类、第四类。调整的幅度上悬呢，都啊主体甲工厂厂房。你嘛知讲现在经济不好，工厂真歹经营。你房屋税，工厂的房屋税调整幅度最高，住宅也调整最高。你的报告，你这本黄色有，为什么要对住宅、对工厂厂房调整这么多？调整伤济啊！工厂在歹经营啊，公司在歹经营啊，是安那？咱调整的幅度，甚至102年以后，钢筋混凝土造第4类
调幅是197.3383，没敢两倍哦。所以这个调幅，我讲恁真牛吼，你们分钢骨造、钢骨混凝土造、钢骨钢筋混凝土造，这较少。钢筋混凝土造、预铸混凝土造这较侪，然后加强砖造做得较少啊，因为二楼以下拢是加强砖造，现在真少人起二楼，所以我们调整防水的重点是伫钢筋混凝土造比较多，而且钢筋混凝土造的第三类、第四类调整的幅度最高，是不是针对这些主体？所有咱所有建筑的厝，多数是钢筋混凝土造。加一分钟。大楼才有钢骨钢筋混凝土造，所以咱调整的幅度上悬的，都在这个上侪，所有建筑要上侪的这个类，钢筋混凝土造，对三楼以上到钢骨钢筋混凝土造以下，加调整上侪。而且佫主体佮工厂厂房调整上侪，所以这一部分是毋是咱会使佫调整一下？诶，主体调整遮侪，如果是自用住宅的话，还可以讲。那工厂呢？工厂的厂房遮尼大，你帮我水佮调整遮侪，是毋是增加伊工厂经营负担？所以这一方面可以考虑一下，以这个部分。以钢筋混凝土造，钢筋混凝土造第三类、第四类主体跟钢筋厂房，可以考虑一下，不要调涨这么多。哦，这是本席的建议。好。说落去哈，咱的曾玉珠议员，请曾议员。感谢主席。那个，我们财税局哈，张局长。针对咱105年重新评定房屋标准价格相关事项嘛，吼，透过本会同仁拢一直咧反映，就是要追溯到90年7月1日起，即个涉及房屋的即个房屋税啦，吼。其实局长，你安尼袂感觉讲是咱即嘛是一国两制吗？其实为着即个追溯90年7月1日这个房屋税的问题，我曾经函文到我们整个咱台湾，我有函文去四个县市，特别去询问，有高雄市、台北市、台东县，还有新北市，都没有说要追溯到90年7月1日。为什么独独的咱台南市一定爱追溯到90年7月7日？我们相当不解啦。台东县伊个税收嘛无足好，人伊嘛无这种的条例，独独的是咱台南市一定爱追溯到90年7月1日。那这边财政部我也曾经函文去，要他帮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个财政的这个。房屋税一定爱吼，追溯到90年7月1日，结果人财政部嘛函文登来，人有讲过，地方政府评定房屋构造的标准，得是地方实际情形去自行决定。其实这个权责也是放给地方，给地方来自行决定。结果你们没有苦民所苦，你们反而还是在加税底下起民的辛苦顶。安尼有合理吗？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吼，要甲知影你讲啦，你嘛曾经啦，伫咱的一个台南市议会临时会的时候，我们主计处吼特别在本页的15路嘛有讲到，讲咱104年的总决算税入审定数715亿的余额，其中并不包括举债收入，税入扣除税出的决算审定数是694.98亿。其实税入税是审定剩余，啊，够20几亿，恁够20几亿，那何苦来相逼供？咱的房屋税被追溯到90年7月1日，我们真的很不解，
对不对？为什么你们都有这个盈余的20多亿了，也可以还债了？所以我在这个所在，我要特别跟我们的审计部这几个呼吁啊，审计部没有讲真话，甚至替我们赖市长背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加一分钟，他自己的角色，好好监督咱地方。哦，咱即马咱地方的一寡迄种迄落会计，也是咱的文资管的责任，把它做好就好了。这个部分，你敢得一定爱替台南市政府来背这个黑锅呢？所以我们非常不赞同你们这个房屋税追溯到90年7月1号，这是相当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税制。咱若有栽刁去开源，唔通替人民开刀，即马大家拢是雪上加霜啦。对不对，局长？我相信啦，吼，今日要来警告，告早你7月7，不是你献策吧？局长，恭喜你献策哎！局长，你回答我，是不是你献策嘛？张局长，是不是你甲市长提议的啦？你若安尼心情，真的是县市长也不易啦。我晓得这个税的方面啦，市长绝对无专业啦，你上专业啦。我希望你不要县市长也不易啦，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你看。你为着一个这个税就90年，全国拢无，独独在台南市安尼，你安尼做会落去？无啦，你干要和伊讲者？局长简单啦，市长市府的决定。这个刚才在我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哈，就是说当时台北市就是。好，就是也参考了台北市当时调整以后一刀切所产生的一些刷了去我们都说赢一万都一万请感谢主席张局长你站起来一个啦，我看你拢伫遐坐，无啥专精神咧听。咱吼全国遮尔济大好业甲善的，会伫咱市啦吼。台北市上好业，台南市上善，是一个阳春合并的直辖市。那么你为虾米拢要摕咱甲台北市去比？要摕咱甲台北市去比？人台北市嘛无为90年开始扣啊，你注意听哦，台北市伊无为90年哦，无回收。即马全国拄啊为台南市是回收90年，甲即马15冬来。过来我要讲，伫咱的法令非常的清楚，你拢一直讲陈冲伊是伫咱财政部103年。伊有讲要废止99年的台财税制第0980-059-6590的函，予咱不动产评价委员会依规定重新来评定咱房屋标准的单价适用。人伊有讲新起的、整起的。甲改起的，就是讲新建、增建、改建的房屋，拜托的，90年甲进拢15冬前的旧厝啊！你要共起，你头拄啊，搁有讲，你讲你举一个例啦，为咱的迄个啥咧新娘啦，为新娘105年还袂起，伊即马6496啦，准咱7000块啦吼。你到108年，伊交11128块，伊到第108年3年后以后，伊加5000块呢。伊原来是交6500呢，伊加要5000啊呢。你看，重点今仔日，人陈冲讲，各县市咱的财政，咱家己去衡量，我们要怎样来起咱的房屋税。人并无讲回溯到90年，所以今仔日所有议员当然包括咱的市民，唔是唔予你起，你爱起一个合理，嘛袂使为90年开始共起啊，真嘛？你定定讲，你为今年
七月初一开始，那六月三十摕到暑假的，伊就缴俗的；七月初摕到暑假，伊就缴贵的。你管人遐坐要创啥？啊，伊就歹运拄啊七月初才摕到暑。加一分钟。伊都派阮七月初才摕到暑假啊，伊嘛爱去认啊。你袂使拢用即句讲，六月三十就缴税的，七月初就缴贵的。你回溯到九十年到现在，这真正无理的啦，局长。你就是袂使回溯，无人讲唔予恁去。但是他拄仔咱的同仁咧讲的，工厂的面积大，要去恁来去衡量。一年啊，今仔日。台南市的财政歹，但是台南市民嘛真艰苦啦。我听讲过，去年的登革热，今年的过年的地震，咱的寒害，咱的风灾、水灾，到处这么可怜，为什么一定爱为咱的市民一直蹲救济呢？包括咱的土调嘛引起这么大的公愤啊！你逐天伫议事厅开会，会议你拢非常的清楚，听啊足清楚，你爱听。台南市民的角度来想，所以阮即马咧讲的，回溯十五年前的不要了，恁要安那去，恁再重新做一。局长，请坐。继续说了，议员，那林美燕议员，林议员请。来，感谢主席哈。那针对咱起雾这个房屋税调整方案啦，本身哦，谢你啦。横征暴敛，敛财啦！大龙怎样掉古厝啦？哈，他有就是使用的退低的减税，有的老屋啦，已经渐渐已经未打课征税了，甚至有清税经营啊！刚刚一夕之间，起户被哪个批给暴增伊的税金？这不是敛财，这是什么？而且本身认为这嘛是一个大骗局啊，副市长。你真正针对大会提出提案，讲请你提出第一届的会议记录。你改讲，你怎样回答讲啊？讲这個，迄个咱前届第一个主席曾副市长已经离开啊！阿丽啊，你的会议记录随着他离开吗？你的会议记录随着他离开吗？是咱要送你来，这是骗局吗？你们不敢把第一时间的真相讲出来嘛？甚至你请财政局长。你前头讲诶，我们的房屋税调整方案分三年调整，有十二户、十二万多户的新旧房屋的调整。你讲54%、65%、81%，平均的调幅67%，真正是安尼吗？真正是平均调幅67%吗？会当互咱市民会互感觉讲，用这个数字的游戏里面过程中，你认为和市民认为67%尔，但是哦。我们举个比例，以往国民路一间厝来讲，九十年伫106，伫去年伫今年交9000多块的房屋税，到了106年，你涨的，如果你未涨一样，它会跌下来，因为物理的关系会跌下来。九十年，如果你来调整的话，你用新税来调整的时候。你的薪水在106年比14000贵，107年一万港元，14955，在100块，这拢是按照你的薪水，108年16207，109年的时阵，你是16010块。你哪卡说讲你今天没有调整的情况之下，你处按105年，因为物理的关系。你会慢慢来减税哦，你会慢慢来减税哦。但是让看到你调整以后，你讲我分三年调整的情况之下，你伫105年伫今年的时阵来到109年的时阵，既然是16000贵，调整降幅到1倍，市民的落地啊，减一倍税金，每一档还一直要调整上去哦。如果你若开始讲，你又加一分钟。你伫第一站的调整67%之间，你伫107年免税的时阵，你得会当调15000贵，但是你逐年会下滑，你逐年会下滑，你这按叫做啥物？
温水煮青蛙，你会感觉一开始和民众感觉讲，我在说第第一章调整的时阵才一点点，但是你到了最后一年的时候，是一万六千块，你一直在逐年在增加哦，这就是骗局啊！你为什么不敢第一次就调？你叫你调67%，有合理吗？你这个税金已经，这个方案已经严重影响到咱市民住宅，我们的住宅跟立命的一个安全了。大家看在前，像那个大环境，像咱卖的时阵，你又这样敛财，你要给市民哪鬼啊？谁来造成的？你是财税局长，你尽到责任了没有？第五哦，这是什么账户啊？继续说下去，咱林念智主委员，谢谢主席哈、哦。来，那个财政局局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房屋标准单价，它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核实的反映房屋的造价。好，来作为课税的基础。你回答得很好，我请教你。我们既然台南市在从以前就有一个不动产评议委员会，是不是？是。这个评议委员会每三年是不是一次？是。好，在这个每三年一次到现在，从90年到目前几年了？几次委员会了？开了几次委员会？我开过102年。我现在问你，从90年到现在开了几次委员会？我印象里面，我是开过102年的，跟105年。那你是？那我告诉你，到现在已经开了5次嘛？没有，我说我参加过的。对啦，我说到现在已经开了5次嘛？那为何在这一次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可以去火认以前这一些委员的决议？你告诉我。他不是否认。它是因为这个财政部的法令改变。来，就算财政部的法令改变，你当时所开的会议，他可以不承认吗？再来，你刚刚所引用的，你都用台北市啦。我现在问你，台北市一坪的房价多少？我跟林议员报告，今天大家说这个房屋标准单价调整不合理，都是拿台北市的来讲。造成大家，那没有啊，因为你造成大家以为说调整的好几万、好几倍。好，我是告诉大家，那个现象只有台北市。你刚刚向我们本会解释的，就是说拿台北市来讲嘛。对啊。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嘛，台北市的房屋价，它一坪多少钱嘛？台南市一坪多少钱？我们现在来，我们今天大家所争议的，而且全部我相信呐、啊。但是除了无良心的议员呐、啊，无人会同意你是安尼讲追溯15年的。你干嘛呀？所有的，规个台湾都要到咱台南市啦，15栋，那你追溯15年，应该当时的评议委员会他们维持房屋评价的那个标准单价在，不是吗？那为什么在我们这一次的委员会？就这要这样的做决议，你认为这样合理吗？而且你想90年7月1号以后的房子，你都按照给这样子给人家刻，你觉得呢？还有一点，在谢龙介议员还没有向你们加一分钟，在谢龙介议员还没有告诉你们说你们有的涨到120%，其实我要跟你讲啊，不止120%。200%的都有啦，只是在这些争议，您怎么能提第二摆也出来？我们希望啦，哈，咱今天开这个会是有结果的。追溯15年，这个一定要取消啦。啊，无讲实在，未来你绝对会去市民给你告的啦。先来讲，市民绝对会去告台南市啦，这是没有道理的呢。所以我希望你们自己要检讨啦。继续刷落去哈，咱蔡玉辉议员，请。主席，我这嘛是权益问题，你唔能甲我算时间。你较多你无讲我清楚。时间先甲停诶。
咱八月十五大会，咱的主席就是大会的决议，唔是咱今日开这个专案报告。伊讲的是安尼，我做参考啦，吼。另外，房税方面，不动产地价评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及完整的决策过程的开会内容，含四月六月召开的会议，也必须提供全体议员。啊，唔过，负责啊，今仔日我要来阿个资料。请副市长哈派人登去客人，好不好？副市长，咱卖藐视议会，立法、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啊，立法管理、立法管理。好，你的议员我知。好，蔡局长要不要请人回去？张局长，咱进行的附带，咱议会的蔡官公哈。跟大会主席报告，这个资料，因为蔡议员要，所以我们有给他的。没有，你刚刚一张名单递来，这些话不是全部的开会内容。因为四月跟六月，他要的是全部的开会的内容，都给他的。没有，给他了。局长，你就给一张，怎么会这么多？罕见的，你的没有开。李完，阿兰反正人都要开会，没有。哎，你局长，你搞抹黑哦。你花的是简单一张，这个。您开会这夹袂来得一个一张资料尔。本来会议，不可能伊简单就把咱的税，迄个房屋税起开啊，简单就迄条单尔。没有，我会当证明，我无有需要，我讲召开记者会说明，因为我的朋友，我有做不动产朋友因为我，不，因为朱建，我想蔡议员要的，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资料，我们非常详尽。对了，对了，所以我局长蔡议员是要你们当天的开会记录，开会内容全部的内容，我有给他，没有，阿姨那讲无，局长你刚一张话呢，你这开会刚才这个的上届的六七张，局长好了，主席不是，他要的是全部你们会议的里面的内容跟记录，好，主席，故意要怪谁是全体议员，不是蔡议员呢？啊，真我有，真我有，大人无呢？啊，恁边个讲？去啥来吧？所以你，我跟你讲，你有到位决议嘛？你得唔得和我讲者？那个局长，请回去市府，是不是叫人登一退来？全部议员都要嘛？他，我这样报告了哈。第一次四月份的，那个没有公告。没有什么。没有公告。我没有你公告啊？没有公告，没有会议记录啊。不是有会议就那个内容没有，因为什么？后面就听取外界还有我们议员的心声。没有公告，没有关系啦。你有开会内容提来看吗？你啦，议员都没有参加。不是那个没有开会内容提来看吗？没有核定的东西，我们不会对外。我没有要你核定的东西呀。四月份的开会那个记录不算就是的啦。对对对，不算。秘书公会没算啦。主席，咱大会结束开会内容。无公告不要紧，看啥咧看卖咧，吼。不要紧啊，议员。哎，伊那该有没有办法回去补过来？那个没有核定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外公。好，朱先生，你了解了哈。安尼伊的房屋税嘛是阿个爱经过咱议会阿未确定的啦，所以不要紧啊，安尼上好啊。不是。嗯。无啦，安尼人伊即摆房屋税要，不管伊要对咱台北市安怎起，就是还未决定的嘛。不是，嘛是爱经过咱议会啊，议员拢无同意啊。不是，那个公告啊啦。公告也不能一定要算呐、啊，虽然地方的主题法嘛是咱议会嘛爱咱尊重啊。好啦，主席，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是地方的主题法啦，我知影讲没经过咱啦，啊，不过咱即摆就是爱提出咱的监督权啦。我建议啦吼，你有我要求退啊，唔退，要退唔退，跟咱台委讲。你讲无资料，咩人去？有啊，没有公告而已，不是没有啊，有资料啊。有资料，有资料，迄个无准审啊。我跟你讲，主席，你甲宣布者，啊，咱继续开会。没有给哪一个，你看看是不是有办法哈？回去拿那个。无遵守的资料，啊，您开会记录你就送给议员看，谁有哪个议员每一个议员都要给了哈。好，咱继续。好来，主席跟决定的麦克讲，麦浪费时间。大会的主席跟决议，麦克讲啊，来，我放个龙眼带来。这我六月七日执行的内容了哈。来，拜托放一个，有时间。好，市长讲一位。哎，行了，你无我的时间，我浪费去呢。
演练了无啥成功，佮带去顶悬调的呢。简单讲是安尼啦，市长讲无调过102%啦。迄、那个局长，恁讲的啦吼，伫即、這个佮带你报个第十页啦，讲咱的构造属于加强砖造、钢铁造、木造、石造、砖造、房屋造拢无调整。按个你的资料内底是有调整的，吼、哦，第一届你是有调整哦。哦，我讲加强砖造个，上阶地势咧调96%几，砖造你上阶调67%几，钢铁造你调158.57%，钢铁造啦吼、哦。木造、石造、砖造调67%，土造、植造194%。所以，局长，恁这个节奏吼，人咧讲的，家己做交警办案件，吼、哦，会放迄录音带吼。恁安尼做，我讲真个啦吼，卖讲做贼仔互掠着，歹看啦。我感觉恁很严重的藐视议会。改成我做市长，我要安怎对待我？唔敢接受检验，唔敢接受监督，敢做歹代志，唔敢互批评。秘书议会拢恁个，天哪，敢无即个讲行政单位对立法单位安尼啦？讲真个啦。我感觉安尼，恁会当6月份去开一届临时会来变更，副市长，阮啦吼，议会啦吼，假设做成决议，要求恁注销90年7月7日以后要共调整的，恁讲应用的18%，副市长，恁搁咧玩文字游戏呢？啊，新的几%，新的开始。三档调整一届，新的这里拢无算落啊，刚18%尔嘛，新的你无算啦，新的你调整了，开始都无算，新的计销上悬，你的土地净台税应讲调70%呢，恁这个敢有人执政安尼做？房屋税调上少3档81%，以后上少81%，啊地价税啊调70%，你要甲应讲交原厝台是这啦，要怎生活？会当，我的建议你能接受袂啦？你会当六月阁开一届临时会来调整拍折，本来第一届、第二届拍折，恁会当顺应民意袂啦？会使。啊，来吼，迄、那个副市长打破解好不好？副市长报告哦，那个你讲那个是特例的，其实他做的统计是没有错哈、哦，有增加那个税收的只有18%，所以讲100个人。哦，伊个统计表拢看嘛吼，敢那18%有影响尔，剩个82%拢无影响，哈？这个刚才不是议会说要做决议，做回去，做决议回去市政府来参考。介绍少了给李泰之议员，李议员请。谢谢主席。停一下哦，权益问题，停一下。为什么只有蔡玉辉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两边都要打上他的画面啊？是蔡玉辉议员开眼倒的对啊？不是李议员，伊他都有讲哈、哦，要放伊的质询的影片。哦，特别。还有讲、啊，还有直播是不是？不只放影片，还要直播是不是？哦，是安尼哦。好，那这样子的话，原来就是蓝龙个别要求了哈、哦。不过在言归正传了哈。局长，我们其实讨论一下这个房屋税的问题哈。我们整个房屋税的这个房屋税、地价税等等的，这是基本上是一个不动产的持有税的一环嘛。过去台湾长期以来，5都6都平均起来哈，一个家户一家人不吃不喝，要花几年的收入？平均全台湾才能够买得起一户房子，你手上有这个资料吗？跟李院报告，如果是台北市、新北市，大概要15年；如果在台南市或是台湾省其他的地区，大概在6到7年。是，全国平均大概要10年、11年左右嘛？一家一户四口人，平均要花大概10年左右，在全台湾平均来讲。要花10年，
全部的收入才能够买得起他们家一户房子，对不对？平均起来可以这么说。那为什么台湾的房价会这么的高涨啊？台湾，我们最主要就是说，当然土地少，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第二个呢，持有税非常的轻微的。好，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现象哈，我们长期以来看到这个有这个法拍屋，有这个法拍蟑螂，对不对？另外，台北好像也有一些个人的法拍持有大户，在各个包含这次什么财讯啊、金周刊都有报道过，一个人的名下就有两三百户法拍屋等等抵押在登记，对不？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房价高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就电视，他买了一户房子之后，他拿来囤个三五年，他现在贷款只要大概2%，他甚至不用还本金，对，就赖在那边。他一年一户房子只要缴个两三千块、三四千块，涨出来的房价绝对比他付出去的税金少，远低于，对不对？他数千倍的，数千倍是吧？所以长期以来，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持有率的持有税的这个非常的低哦。另外，在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不动产评议委员会里面，本席跟陆美琪议员是不是都分别针对于是不是要一次涨足跟调涨的幅度，都跟市政府有过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讨论。是，如果不客气的说，在第一次的会议里面，主要是您在代表市府来说明的时候，我没有记错的话，不好意思哦，你第一次还非常的坚持说你们希望。再给一分钟。有后续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你才说要把本席跟陆议员的意见带回去研究。是。所以后来才会有分成三次嘛，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调整的问题。是。那今天本席跟陆美琪议员在两次的会议中立场跟市府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所以在这边特别要表达一下，如果说在本会或者其他的场合对本席或陆美琪议员有不实的言论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加以关注。那在这里面经过了这样子你们所谓的研究，还研究了两个月，后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是，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到今天说明还是很不清楚。是，什么第一次调涨54%，第二次调涨70几%，你的说法还是会让市民产生混淆。有制作懒人包，提供给我们各分局的第一线的税务员，随时可以就市民提出来的疑问，可以把试算。是是是。叶校，那个王家珍议员，王议员请。那个处长，今天您很费心的做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您的专业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好。古时候孔老夫子在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时候一个威权时代的时候，觉得老百姓都嘛笨蛋，都嘛什么都不免知道，反正是上头的人说了算，没知没事我们就拉着他走就对了，听话就对了。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现在这样一个民智已开，大家对自己该应该被的尊重，自己权益的维护是应该得到100%的保障的。今天我们的乡亲，包括本会，对于贵府房屋税如此这般的不顾民意，不在意现在整个局势的如此这般艰辛，硬要长成这个样子。而关键点在那个回溯到民国90年，我们讲的，至少我的同党同事强调的非常清楚，房屋税没有人说不涨，过去不涨的时候
一路走到现在，台南市民党政府执政当季将近二十年，你说三十年没涨如何如何？可是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的没涨是你们政治考量，是你们在于说整体之后做的决策。市民乡亲也用支持民党执政，给了你们最大的善意、最大的回馈。不涨房屋税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事，不是我们民众的事，是你们政府自己的事。今天不能够因为几十年不涨，你们一次是怎么样把它涨足涨饱，把它吃满吃完。处长，千言万语我们还是在强调，为什么要追溯？为什么要追溯？还有一点就是说，您要知道整个的市况是我们体会到民意非常非常辛苦的关键，虱目鱼也做不下去了，台南今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相关的农产也很不理想，蔡英文从上任到现在天灾人祸没有断过，我们民众怎么去多这么一笔预算？明年后年大后年。还有一点关键点，本会的同仁是其中的成员，可是我们不解，包括副市长这边、台南市政府这边，为什么我们本会哪一个同仁有这个资格去变成其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么重大的民生议题，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从102年可以延续到105年，我请教。加一分钟。如果这些同仁继续当选，是不是下届的时候还是继续他们？怎么样看？你们贵府在做重大决策，事关每一个民众，没有蓝绿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赖清德藐视议会，藐视我们代表这么多民意的台南市议员，而选择性的对你们有利的，你们来做处理。副处长、副市长，您看看我们的头版，民众如此这般的求，求到最后，蔡英文政府他也愿意竭尽所能。所谓的后来状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了这些民众，他们几年来的不眠不休的求，难道要让台南市的乡亲在这种情况之下也继续跟你们求吗？求到最后你们就是四个字。林益景议员请。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请教一下局长，民国90年修正了这个法令，那当初他修正的详细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说，原来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规定，就是说物价有30%以上的波动的时候，你要调整房屋标准单价。对。但是一直到90年，这个17年当中呢，物价从来没有发生过有这样子的波动到30%，所以到一直都没有调整。对，所以到90年的时候才会修正，跟公告地价一样，每3年调整一次。那时候他是责成地方政府要做调整吗？没有，房屋税条例修正。对，法律的修正。对，那我是说修正的执行是地方政府。对对对。那地方政府从这个法令修正之后，地方政府都完全没有理会，没有调整，没有调整。是是。那为什么没有调整？那就是有可能就是政治考量，因为调整了加了税，人民就会不高兴嘛，就会不满嘛，就会有怨言嘛，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可是调整的精神，我一直在强调，精神是在哪里？税负的调整，跟着物价的波动来调整，它的精神，主要的精神在哪里？是不是公平正义？也就是公平，就是确实反映这个房屋的这实际的造价。对。那您提到说确实反映房屋实际的造价，那我们现在的税基有真的反映到房屋的交易价格吗？我们现在跟交易价格没有关系，因为交易价格远远高于我们的这个所以这个差距是差多少几倍？
如果来讲，我们通常在台湾平均的话，房子加土地了，哈、哦，这样算，大概实际的税负呢，大概在0.5%左右。哇，是，所以等于是我们的税基离所谓的市价，房屋的市价，这个其实是差距是颇大的，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所缴交的房屋税，其实这个税，这个税金其实是非常的低，对，对不对？可以这样讲。那今天的加税，如果就诚如您刚所讲的，这个是基于这个法律的修正，也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那民国90年开始实行这个法律，那其实就是应该要从民国90年开始来做加税的调整。你的意思是这样？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当初军公教都有所谓的18%，那这个18%也是长期让民众觉得很没有公平正义原则，这个很不公平。为什么军公教退休人员会有18%？所以后来再给一分钟，谢谢。后来有修正，修正的时候好像明定民国80几年，再要请教你，民国80几年以后没有18%？没有。有明定民国80几年以后，84，对。那所以是民国84年以后就没有18%，民国84年以后的年资有算18%，对不对？84年以后的年资没有算，没有18%，对。那如果基于这样的原则，在订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是不是民国90几年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民国90几年，咱咧开始讨论18%的代志的时阵，咱有定一个条款，就是民国84年以前的有算，民国84年以后无算。那像就这届房屋税嘛，同款嘛，因为伊的法律就90年调整的嘛，所以我当然定一个时间，在民国90年以后的有开始加税，民国90年以后的无加税，是安尼啊？什么叫做追溯？这根本和回溯能力完全无关系。局长，你这个代志拢讲无清楚。民国90年以后的房子就是有加税，民国90年以前的房子就是没加税，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个意思？我讲了很多次，只是。各位议员同事哈，咱那第一轮发言刷了哈，咱是不是等下来做一个表决了好了哈？是不是讲同意的人举手，无同意的人，还是无同意的人举手啦？好唔好？啊，无即卖来哈，我惊讲第二轮嘞，第三轮佫做侪啊，咱佫有咱的一寡乡亲伫遐咧关心，咁好，然后就安尼裁决啦哈。好，来，咱洪玉芳议员，请。主席，这只能表达意见，不能表决啦。是，嘿，对。啊，不过我即摆就是惊讲吼，咱即摆有发言的人拢在场啦，哈、嗯。啊，等下就是讲，必须想讲要问看，讲是赞成的较多，还是无赞成的较多。哦，啊，迄、那个请专门委员记录一下啦。好、哦，安尼好。记录清楚啦。好、哦。因为赞成的人吼，有哪迄个迂回战术，伊有哪唔敢明讲啦。系。所以我嘛唔知伊的意思呢。最主要是咱啊，所以我就是讲第一轮最主要是咱财政局长演技太好诶，局长你他早耳贵双簧哦，啊，你在哪一个剧团学的双簧？你的双簧演得不错呢，我想要给你推荐呢。你觉得哪一个电视台对你的那个演艺生涯会有帮助？因为你的双簧技巧太好了，啊，你迄、那个这个代志是不是已经公告啊？公告了，那有没有机会做一个踩刹车或者做一个幅度的修整？有机会吧？那么跟洪议员报告了，好，我们第一次开这个评议委员会以后啊，那么各界给我们的意见非常多，包括贵会嘛，哈。你不要讲那么多啦，你跟我讲有还是没有就好了。现在三分钟，你一个要讲两分半。啊，没关系，现在就是说等财政部的开会，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要照法令来了，财政部有新的决定，我们就照新的决定。好，那我们也可以创举啊，因为全台湾也没有人说我这个调整是要从90年算起，你给哪新处，你叫新的税率。我想迄无人有意见，吼、哦，你都有在条起一间新厝，啊，你起厝的时候，我得公告这个税率啦。我相信无人有意见，即卖有意见的绝大多数，就是你对迄个90年算起的迄个部分吼、哦、有意见。
啊，咱若占着公地啊，像讲国有财产局啊，是讲咱占着私有地，互恁查着，恁要催迄落使用补偿金，恁是拢算几档？五档。五档吼，啊，这厝会当旧厝，这十五年诶，借人拢还搁咧拿二十档诶贷款，你搁要甲伊算新税率？你感觉安尼公平？我嘛无意见啦，因为将来恁来家己去承担迄个责任嘛，政治责任恁来承担嘛。今仔日。我相信你要安尼调整的啥？你讲的，你讲有讨论过？那我请问你嘛有朋友啊？啊嘛有执政党的议员会当和你开讲啊？你到底这个开讲的当中，甲伊问过，因是毋是全部拢支持你这个政策？对九十年照新的税率算起，够有人甲你反对过？目前看最近的舆论，大部分都支持这个做法。哦，大部分的舆论，那也就是说我反推了你所有的朋友。以及执政党的民意代表都支持你这个政策，对不对？我也可以举最新的，像今天。无啦，你改因安尼就好啊啦！你伫开讲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嘛含执政党的党团有做过沟通的机会啊。因拢无甲你反对，代表因拢支持你这个政策嘛？没有，我跟像。你讲好明啊！我跟洪议员来说明过，洪议员并没有赞成我的想法。你跟我讲，对，我现在问你执政党的啊，因为我是在野的，我讲的不算啊，我讲的等于是脱裤子放屁啊，你们根本不在乎啊。没有错，你没有赞成我的想法，没错。对啊，那你执政党的议员是不是有人反对过你的想法？目前接触到都反对。我听你的嘴，我来家都不听几天，刚听你讲反对耶。不是反对党的，国民党的议员大概我目前接触到都没有支持我的。好啊，我问执政党的啊。执政党大有反对也有支持。这有政治责任的啦。讲我举双手双脚支持市政府新的税率对九十年给你算起，因为我是好伊饲大汉的。伊毋是老百姓选的啦，我讲较白就安尼啦。伊毋是老百姓选的，所以无法度和民众的心徛做伙。伊只有执政党的意思，执政党叫当伊就当，叫使就使。心肝内底完全无看到老百姓。今仔日景气这哪摆，生活这艰苦，好，你九十年到今拢无调整，那是因为你们不作为啊！公务员不作为，公务员是谁执政的？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你不要去追那个责任吗？你怎么找老百姓算账呢？跟我们民众有什么关系？你给他开税单，开五块，我袂去和你吵；开十块，我嘛唔敢和你吵，因为前九单的时候我就是安尼答袂啊。你若讲甲我调小看，我嘛嘴齿紧咬的去答，无人讲一届调整遐哪济，而且呢，佮对我这中国的厝家算起，这种的靠这公平正义呢，莫讲骗笑的啊！继续刷了给咱的蔡秀辉议员，蔡议员请。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我想啦哈，一间透天四楼的厝哈，平均大概几平？大概六十平，六十平左右嘛哈，七十平左右。好，四楼嘛，透天啦哈。那你的单价，你从明年度开始调的单价是用平方公尺嘛？好，来做这个房屋限制，这是我们房屋税的税率的标准嘛？局长，五百姓市政府啦，百姓你发出来税单，十块交十块，五块交五块，对不对？上面来当去肯定讨价还价，有机会让讨价还价不？你今天的这个整个房屋税的计算公式，房屋标准单价也是你们定。地段率也是你们定，房屋的限值是因为房屋标准单价乘以面积，然后加上乘以一减折旧数跟折旧率，来再乘以地段率，全部的是您裁判兼球员，您讲偌济就是偌济啊，被谁靠机会？我们今天质疑的是，我讲一个例子，很简单呢，你在说明书里面写得很清楚，本来交一万块的房屋税。每年开始要交一万五千四，对吗？哈，没有错嘛。后年就缴一万六千五，在第三年缴一万八千一，对不对？我伫民国九十年买一间新厝，我交一万块的房屋税，我住十五栋以后换你去买，
歹势，我缴一万块，缴十五单，换你的时阵变缴一万五千四，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居住正义。今仔日有钱的人一定去买新厝嘛？哎、欸，我港口人，我买一间二手屋，结果我买的二手屋比我进前那个房、那个屋主缴的房屋税更多。局长，不会啦，什么不会？他有经过物价指数，然后再经过折旧。好，那所以不会调涨到一万五千四喽？你的意思是这样？那调多少？你要按要快精算一下。你顶管的说明书就是写安尼嘛，五十四趴嘛。那你一再说服，你一再用那个数字说服我们民代，说服百姓，混淆视听，影响率十二万户尔啦，恁足侪拢袂影响到啦，恁拢袂影响到，我嘛袂影响到，因为我嘛是住旧厝，我住二三十栋的旧厝，我嘛袂影响到。但是这个怎么会是你们说的居住正义呢？今仔日我伫今年买厝，你公告出来法令就是安尼，我知道我明年的税率就是这样。你凭什么在我九十年的时候不是我不缴呢？是你们自己税单开出来就是这样，我只是照你们的税单去缴税。你今麦用这点讲啊，我的足侪单拢无去啊，法律的改了啊，啊结果拢无改，我拢无改到恁的税率。那你再给一分钟，那你们要自行处分呢？公务人员渎职呢？今仔日你为财政局变成个把税务局包起来。足搞的，赖清德够搞的，财政局财政困难，叫你来接税务局，钱拢加税，加了了财政就变好啊！一个政府的开源节流，怎么会拿百姓来开源？叫百姓交税给我，恁去开源，增加你们的税收，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局长，今仔日百姓是恁开税，都按交偌济钱？恁就是照这种方式，每年都歹势起54%，恁就照54%去缴。我们连抵制都没有办法，抵制一天给你扣那个滞纳金，两天给你扣滞纳金，三天给你扣滞纳金，百姓抵不过你们市政府，所以五百姓起政府，所以你们要负起这样的一个政治良心。今天有标杆无标杆，直接讲的告皮花枪都无效啦，公告恁已经公告了啊。只是你们的良心到底在哪里？港口人，赶快继续港口。第二轮发言，搁要继续吗？咱即摆是毋是吼有市长诶？着搁第二轮发言，着慢个起啊啦吼。阿唐要做一个裁决。乐坤副议员，请。哎、欸，刚才出现哦。不是啦，我惊讲大家拢讲笑笑。恁讲公告，不是公告啦，是公布啦，不是公告啦。如果是公告的话，人家在公告那段时间，人家提出异议的话，要有人家就能够再反驳。你根本个，你公告，你公告，你是要公告而已嘛？那公布而已嘛？公布这个代志，让大家知道嘛？多一天尔。人家公告是有一个限定，一个时间，一礼拜，哎，一个月。你叫公布啦，我给你改，我即马给你纠正一下，公布啦。你看你在讲话，所有的拢讲倒变。哦，你讲台南市有倒一个认同你安尼做，有倒一个认同，认为讲你安尼做追溯十五年安尼是对的。啊，其他的县市人因咧加税。敢有像台南市抗议这严重？我读台南市，恁想的就对，恁想的就对，吼、哦。过去新界处阿未落任迄个处长，恁讲伊拢捧恁的场，结果阮去了后讲无，恁咧做代志，恁家己负责任，恁茫给我拖落去。啊，即马即个处长我来，你是刚刚问了啊？问讲因咧讲，恁咧做敢对？伊讲无啊，市政府做代志，因爱家己负责任嘛。尤其这个房屋税部分是倒一个讲你对啦，啊，恁赖清德讲到要去新北市选，我看是叫较紧去选，去遐选选看会对袂？因迄边新北市的人，伊去欺负新北市啦，唔通欺负台南市啦，他会当话要安那个要安那样，一直甲你讲，今仔日你个不管是你拢讲台南市伫赖清德的任内。现几十亿，拄几十亿，啊！代表咱台南市阁无欠用钱嘛？啊！
你个我都现过了十亿啊！这的税收，你唔爱比照其他县市，比照其他县市，人其他县市是拄一百零三年开始加税，你嘛爱比照啊？啊，你唔晓得，你唔是拄民国九十年十五当前的旧厝，你也当作新厝咧叫？你安尼个讲到安尼，义薄云天，讲到哪像家己偌厉害咧？规个拢讲倒变诶！你安尼对得起台南市民了啦？你对得起台南市民哦、喔？尤其恁赖清德，你这助纣为虐，一个赖清德，今仔台南市民，你双手两臂叫从台北县、新北市啊来到台南市，啊做国台啊做立委，到即马做两届市长，台南市民看对我好，拍出来看办公，看见未来。哦，看见未来什么？瞌睡吗？干么安呢？干么安呢？讲无个加九分钟啊，第二轮。啊，再加一，嗨，他都有讲了。给三十秒。哦。啊！你看恁今仔日，恁这种嘴脸，啊，恁这种嘴脸，你看倒一个支持恁啊，倒一个讲恁是对的啊，你莫讲阮知影一个，规个议会拢讲恁唔对的，啊，你莫讲看倒一个讲恁是对的，社会是恁出公论啦，你头先你咧讲的，你咧感觉，你袂感觉讲你是土匪的啦，你有感觉你是土匪无啦？财政局的局长啦，财政局的局长，你有感觉你是土匪无啦？继续说了，给咱张世良议员、张议员请。局长，而且今仔坐规日的啊，我感觉真正这个政策是绝对的错误，绝对的错误啦。啊，我感觉你是无辜的啦，你也得要退休啊啦。你若想十几万人爱承担这个代志啦，啊，这个代志不是承担尔呢？我甲你讲，你捡好嘢人捡袂到啦，伊有厝通租人到尾，家己的成本转嫁是只艰苦人咧艰苦啊。你甲一当家甲捡三万，我的折额厝税安怎甲你起尔？啊！你看，家咧大个人，伊也无咧买，袂要对应你啦。啊！你若到尾有买卖，你若要共捡一条净值税，迄毋庞大。恁一只牛到底是要共剥几领皮？你家己想，这就是重点，你知影毋知？啊！你若过去讲啊，安尼政府都有咧去，你就含比较达官市人咧去，你就哪甲去嘛？有足济人拢会当去共同承担，你敢听？一个担半斤来八两，你想想，叫这十几万的人口去担几啊十斤？我头拄我甲看资料啊，扣一百九十几趴的，后一百八十几趴的，后一百七十几的，后九十几的，你这恁袂感觉足残忍吗？啊！你甲想即马后壁要买厝，遮个人就对啦，无可挽留，伊要买一间厝，迄话就对啦，伊的贷款拢二十栋啦，这是重点哦，二十栋哦，你看伊就爱去立贷款，包括利息钱，银行的贷款借贷利息钱，刷落去，搁爱负担一条遮庞大诶即款。迄个房屋税，所以你甲想，这毋是雪上加霜，啊无啥叫做雪上加霜。局长，我讲啊，你敢听有？应当你听有啦。我头拄仔讲过，政治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啦，毋好食饱伫遐玩，伫遐玩文字游戏啦。恁遮敢有人住伫台南市的？敢有？哪有会举手？住台南市的举手？遮官员拢无嘛？啊，恁有九十年的厝无？有无？恁敢捡得到？若捡得到，举手。捡得到，哦，你看，你都有够可怜，恁就看我可怜，对不对？啊，恁若过去该去的时间，你就该去。今仔还有啥代志？你该去的时阵，大家去一撮啦。啊，我一个月啊，加承担一个偌济，反正税收阁比遮较济。啊，你敢听？反正阁比你捡的遮较济，但是伊较济来讲是足济人去承担，你知唔知？一个承担几百块啊，哎，甚至成千块。你即摆咧，即一个小部分的人，你看爱承担遐尼庞大的一个费用，这人是哪袂反弹？
谁还没翻单啊？翻了贷款，搁再翻了后边所有这税金的加重，他都按蔡小伟讲的啊。哦，恁有听到啊？所以，我希望讲哦，因为你今仔日公告了，有一个调整了，对，我希望你来提出真正、真真正正的建议就对了哦。搁三加五十秒，就卖做个安尼，安白白无动的啦，无动的上少歹加三分钟。加五十秒。哦，这个对不对？我感觉你来提出真正的建言，甲老陈就讲，台南市民一定照顾伊，一定无微不至啊，唔通讲无选举压力啊，这款是足无良心的政客，恁知影唔知道？你即摆一直甲做帮凶啦，你就要变，你即摆变迄落迄落。犯罪结果呢？你敢知啊？你著作为呢？你敢知道？我本底是有够尊重你的，为着你做这个代志就对啦吼。啊去支持一个迄、那、落、個，迄、那、迄、個那個、真正上啊，这都无政治压力啊。啊，进前你看，十几当前的地方压力，啊是安那？遐侪压力都唔敢去，这是个政客啊！啊，事实就是政客啊，该去的时间你唔去，对不对啦？哎、啊，有咩建议无？你点头就来了啦。再给一分钟。你太有良心呢！我看你这个面头，你也有良心的。啊，广告，广告嘛，今年都给恁处理了，就算歹运啦。明年嘛要改一个，对不对？明年要成立，安尼政策是唔对的啦。所以先来了嘛啦，无就别改一个。哎呦，恁民进党咧做代志，对一头唔是走恁世界啦。较早反对国民党诶，拢未使做诶啦。即马恁当选诶，做总统拢照单全收啦。着恁咧做党咧，当做无一人袂当做诶啦。卖阁骗落啊啦，啊无何会了啦？伊讲要处理啦，哪有处理咧？随时头咯，看要刷一堆遐牛，骗笑诶个，唔通阁骗落啊啦。拢讲予恁老百姓爽一个尔，但是后壁拢无结果。啊，逐日咧甲原住民会，实咧是咧会安那安那？原住民55岁了呢，国民年纪嘛呢，阮65岁呢。啊，原住民考试还佫加20分呢，阮佮有加。啊，啥物拢过去的政府照顾了无好啦，啊代替过去，啊即摆唔煞咧制造族群对立，政治毋是安尼算的啦，开玩笑。继续刷落去，咱林美燕议员林议员，请来感谢主席局长。来，你刚有回答讲说，在你的周边的人都认同你，拢支持你，对不？我没有说我周边的人，哎，要不然怎样？我刚刚说最近的舆论，舆论都认同你，哎，没有，最近的舆论都认同你。啊，这么啊，阮头前这台乡亲贤啦。你按你的数字点名看，你现准是今年都交9000几块，在1809年的时阵涨了1倍。你看民众，难道免交抗议吗？不用抗议吗？好，如果你若认为周边的舆论是支持你的，直接我想咱公开让大家来认定。所以直接这些本身建议。既然伊对家己有信心嘛，伊对家己有信心，我们要求财政处必须要到各区去开说明会，让民众了解嘛。你既然会当讲你有说服力，你嘛认为民众伫支持你嘛？如果你认为有两种声音，有两种声音，而且你的声音比较大，只是无来现场表现尔嘛。没有到现场的表演，那这样好，我们到基层去。和民众，如果你来开公开的说明会，民众是支持你的，那么无违过嘛？你既然是周边舆论是支持你的嘛，所以你应该非常有放心、有信心去到基层嘛。一个建设要执行，一定爱让咱所有民众了解嘛。你开这个说明会，第一爱让民众知影。你安那去调整个房屋税？你当是爱予人知影，你袂使不分皂白的，我要去就是要去呀，遐二百幸福吗？所以一只，有些建议，而且我们要做决议，要求财政处一定爱到基层开说明会，开面对面甲民众讲，在还没有开完说明会之前，虽然公告的时阵啊，
我们希望他能暂缓执行，反正到明年的嘛，明年税金发出来嘛，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就必须要把完成这个流程。还有呢，你底下来对，你说哈、哦，咱调高房屋税，其实啦，你这个做恶劣，你老超惨白，你用那个房屋的构造，那构造的标准单价方式来抬高房屋的评定税值。这真正的，你一个构造，你改变更，提高伊的税值以后，然后再用个课，让课税能够表就是政府的大增。你真正动作真正这个有够粗残的对啦，有够粗残的对啦。加三十秒，我们的房屋税啦，所以局长不要搞这个小动作，市民是咱大家。支持我们的，我们也是要替市民来做工作啦，所以在这里不是主席不是怎样要求的，请你列入好不好，记录好不好，请记录。接下来刷下去我们蔡友辉议员，庄义珠议员请。感谢主席，局长我想要问你一个比较透，好，谢谢。台南市政府呢，坚持讲一定要追溯到1990年七月一日开始缴房屋税啦。好、哦，请问您敢有概估，安尼收恁的加收偌济？多少？好，出估有12亿。12亿嘛。那你们已经说今年公告了嘛？是。是不是一定要执行？是执行。一定要执行，没有转还的余地。目前是这样。12亿而已耶，也没有很多嘛，想办法去开源嘛。有开源，我们也是对呀、啊，在做。好，安老师讲今年真正无法度转还的余地啦吼，那明年有没有办法？现在今年有你修嘛，我们认了嘛，有你修啊。明年呢？明年有法度，后一届有法度转还的余地无啦？它是三年呐。一次就是要三年嘛，是是 是, 是，所以完全没有转还的余地嘛、就是啊，所以我给他底下嘛是讲的告赔回车嘛，除非说法律了哈，法律了，财政部的法律有变动，财政部的法律当初给台南市政府，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的法律是得视地方实际情形自行决定其适用原则嘛，是是，这个得。裁量权就是地方所长嘛，是恁爸甲唔娘嘛，伊也无讲因嘛，他是德而已嘛。所以其实整个的裁量权就是台南市政府的所长嘛，是不是？何苦呢？为什么要造成这么大的民怨呢？今仔日若讲经济好，我讲人家认了嘛。经济这么歹，啊，恁搁要搁伫这个时间点，搁来加重这个税？情何以堪呐、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这样已经公告下去了，等于三当的是一定叫安尼修嘛，是不是？是。所以我感觉讲台南市政府真正是在是吼，完全没有站在市民的这么艰苦的立场上去看伊想。我实在是感觉讲哦，我嘛感觉讲，只叫阮政府是告赔回车了，只能说这样子。局长，还有针对吼，台南市议会有文到我们市政府去，那你嘞？兼地去改的这个委员嘛，是不是？我在这边跟你说一个建议啦，人家桃园县政府都已经把参加不动产委员会这些委员的名单弄正式公布在网络上。我在这边也提一个建议啦，既然若要参加，这个是对伊的尊重嘛。咱是不是未来有哪有可能，把咱这名单直接就上网公告嘛？人105年7月18号都已经把这一次参加的委员。整个的名单拢公告底下，伊中意的啥？网络上，我感觉唔忙，互其他同事为着去参加这個，吼、哦，背了这个黑锅，他们承受不起啦。既然安尼，你得甲公布嘛，有倒几个？加30秒，可以。人家桃园县都这么做了，也是我们民进党执政的。啊！人就安尼做，恁是咧惊啥？你安尼，
躲躲藏藏，人家反而有另外你想。我今仔日无是讲叫你公布讲你们会议的记录，我没有，我只是甲你讲提醒，甲这个委员的名给公布出来。那啥，今仔日当红骗车做委员，绝对有个背景嘛，是不是？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好，这个没有什么重要，这是你们愿不愿意做而已啊。起码已经是资讯很公开的一个时代了嘛，对不？今天今天呢，我们点起青雾聘请去做这的委员。介绍上了给咱的曾王雅莹，雅莹请。谢谢主席哈。那个局长。他们哈，今天我们议会同仁讲这么多，没有一个赞成调这么高啦，是不是这样子？是。15年，干当清高哩，15年我们的薪水跟今天薪水啦哈，有增加54倍吗？没有。没有。行业的，一般的是没有。是啊，一般的市民薪水都。收入比15年前还低耶，你怎么说房子的税金要追溯到15年前，然后还要加54%，不会太离谱吗？那你说公告了之后，根本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会话啊，不是吗？那今年调了，你明年还要再调？明年不会，就公告了。那明年？中央有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调高？他明年是这样，他叫你每他说3年调一次嘛，对不对？是是是。那你说这3年要把它调足，你们要的目标嘛？那跟我们真心民意代表得到人民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希望你明年把它调降25%，可以吗？可以调降就可以调降。我跟你讲，你要来照顾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让他雪上加霜，可以调高就可以调降。那我们的议会的意思就是说，明年可以调，让你调，但是调降，调降25%可以吗？后年再调降25%，就恢复到跟去年一样的。我们忍受你2年，让你手两档啊，不要紧，这样可以吗？你回答一下。目前的法令就是因为公告就实施3年了，对嘛？公告好啊。你的建议，我们可能要在3年后才能够。那你明年为什么要调？你明年为什么还要调高？明年不是调高，它本来啦，本来就是要调到8%。谁说的？是我这样跟曾王议员报告，本来一次调组就是调到81%，但是为什么要调到80%？我不能理解。好。不是，你们就没有想要照顾人民啊？因为我们的薪水有，你看人民现在生活很好过了吗？所以房屋税要再多一点，反正无所谓啊，收入那么多，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这样的意思。政府只负责调高，没有调低的吗？石油有没有高有低？因为已经30多年没有。30多年不关百姓的事情，你们要慢慢调啊。没有错。你们一下子这样急剧的调是不对的。明年3年之后，你说3年你要调到180%，是不是？没有。现在就是说，本来调到再给一分钟，本来是要调81%啦，但是就是说。大家的建议说不要一次调足，我跟你讲，局长，所以我们才大家薪水都比15年前少哎，可以想想百姓吗？是，不要只想到政府，政府还有国家可以顶着，但是百姓不是哎，他没钱就是没钱，就是很现实的事情。那以后调的时候，谁说一定要调高？我建议调低哎，可以吗？你会吧？就是他是按照可不可以调低？你不要跟我讲。如果物价指数都是往下走的，就要调低。薪水有没有调高啊？那你要负责把人民的薪水调高，可以吗？薪水不是对呀、啊，是我能够物价
物价就是因为物价太高了，人民已经负担不起了，因为他们薪水没有增加嘛。继续说了，给蔡玉辉议员。主席，看你的问题啦哈，较多啦，佮无甲我放吼，吼安尼有啊，吼安尼先放一下来。来开始。我已经第人啊，放唔掉的吼，咱李泰之议员国会啊。但是呢，绝对是无像他拄仔蔡议员所讲的。他大声一点嘛。哦，讲平均咯，平均调幅一点百分，就是120%啦，吼。嘿，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我跟你几条，是安尼啦吼。好，听个会使哈。财政局长，他拄仔既然李泰之议员有讲啊清楚，伊讲啊足清楚哦，伊交陆美琪是委员，唔是我讲的啦吼。伊讲有替百姓争取权益。你甲开会记录，稍大家看嘛。啊，是恁两恁交市政府咧博三七啊条，因有替百姓讲，啊，第一届阁调平均到120%，啊，无调阮自己话讲是调我本税是220%呢。摕记录通看，你甲这个资料暗起来，拢唔讲，我这资料伫遮，我看嘛分落记者，甚至你第一届开会记录，你是咱委员唔敢提供。已经公告安尼，唔敢提供，到底是到这两个议员有替百姓讲无？伊既然讲有证据摕出来嘛，啊，大会决议恁爱做，恁是怎做？是因为百姓报纸报了，国民党议员交无党派议员开记者会，甲恁攻击，恁个干讲连续三档平均最后一档调81%呢？唔是讲你本来要调安尼呢？除了我证据伫遮呢？政绩不是无政绩呢，局长，你拢家己以为当作恁的细汉呢？暗除了国旗，暗除了提给人，讲委员讲什么？你唔敢人委员讲，也无提来检验看，阮得提资料资讯有正确无嘛？哦，到底这两个议员民进党推荐的，卖讲移调别人咧做，你嘛照这个咧做啊？已经换届，你嘛照推算呢？有替伊百姓讲话无？咱22%，六都内底是足悬的呢？是因为无党派交国民党的讲，你甲调降呢？到10年7月7日是行政命令呢，唔是法律呢。中央即慢慢讲，可能恁地方诸侯大家拢有袂调，有啥物修改啊？我建议看嘛，咱爱即个，互大家表我看卖啊咧，看到底议员要建议市政府调降，安尼即个决议有效无效？局长，阮良心想看卖啊咧。哦，无良心想看卖啊嘞！打做财政税务局长，打做了几十工来，无调整的，拢恁咧做，恁咧民众咧做呢？选举搞你唔调整，选举前唔调整，选举后调整，有两届机会都唔调整，啊，这不爱做，还要调整？这唔是政治操作，无啥咧操作。目前为止，有对管期到10年，一千工调整的。各位议员同事哈，即卖谈比尔讲煞哈，啊，本席来裁决一下啦哈，啊，因为啊讨论两点外钟啊哈，啊，然后要搁发言，卡搁发言啦哈，请咱你来谈比尔议员，请。感谢主席哈，我请那个张局长哈，决定，咱这房屋税啊哈，是不是每三档爱调整一届？是。来，你听有啊哈？是。那因为我们许天宰前市长他任内都没有调，所以被审计处来给我们纠正，对不对？所以本来是在90年就要调了，也就是说许天宰市长时代他就要调了，但是他任内都没有调，所以审计处来纠正我们，说你们不可以不调，对不对？所以也我们这次调整。也是分三次来调整，对，那从第一年哦调整54%，是，第二年调整为65%，然后第三年调整81%，不是像我们的同仁讲的随便乱讲说一次调120%，导致我们市民人心惶惶，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调整？就是较早的厝，因为拢是砖块起的。伊成本较少，但是咧，67年以后，
有是港股要升级嘛，对不对？港股起的，阿斯起的，所以成本增加，所以才开始调整。所以我直接上简单来问张局长，这个要调整的，咱台南市拢总有几户？你甲我讲好。11万多户。11万多户嘛，对不对？我们台南市大台南市一共有几户？61万多。61万多户嘛，所以要调整的只有11万户嘛。对。那表示说我们市政府的宣导不够，所以才会让我们的市民被我们的同仁眼，在野的同仁眼来误导。所以这一点，我们市政府也要自我检讨。是是。哦，因为很多市民真的不知道，只听到我们在同仁眼随便乱讲，我被 K 几被 K 几百里才趴。啊！大家讲哦，你实在，你民进党真正有够恐怖。这刚刚是一届起遐多，即摆落近期这摆又起遐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嘛。所以，副市长，我觉得吼，咱市政府吼，咱家己爱调整。为什么市民会误解？就是因为咱宣导无够嘛，咱的政令宣导无够嘛。所以我希望讲吼，咱市政府这边哦，政令的宣导一定要透彻，一定要贯彻。部长，你要讲？那个明年7月1号才开始征收嘛，哈。对嘛。那我也请财政税务局哈，在这一段时间在征收以前做一个全面的宣导。加工，您。我关于问题一个吼，有关于他，因为咱今仔日检讨来到这吼，拄啊唐碧娥议员、甲林益景议员，伊有讲到这块，讲阮会误导着乡亲，吼啊，恁等一下问因两个看，有同意台南市回溯吼到15栋的。的税金问因两个，啊，阮遮拢相信，阮大家拢反对嘛。哦，可是再来，我阁甲你回答一句，昨天我甲你回答，为什么你102年无要加税？哦，迄个吴宗龙副市长，迄个时阵你在做干部局长，102年到105年，咱家大楼申请超过140栋，如果那是迄个先加税。所有税金拢会加伫倒，加伫这140栋的，即个建商的身上，就是即个财团的身上。哦，迄个时阵，若要加税，就是加伫财团。好，来，上个重要的，即财团会去拜托啊，拜托什么人我唔知啊，看倒一个主导呀，你唔通管加税，你若管加税，今麦即个时阵吼，阮厝阁歹卖，阁再来，你即个是要选举啊？102年、103年，你要选举啊？你若阁加税落，你市场偌清净，你的票房会歹。后来，结果迄个时阵103年，全国其他的县市拢加税，都甲咱台南市无加税。你毋是替阮想呢？你是替遮个财团建商想呢？你安尼敢对？你安尼对得起台南市民吗？你是种欺负台南市民的做法？会当大家会当接受恁吗？所以主席问我清楚，等一下若同意讲回退15栋的，看倒一个议员，尤其咱董片宏议员甲林益景议员，因要支持大清的，我无意见。哦，即大家议员、白议员直接爱讲个清楚，爱讲个清楚，有要支持甲无要支持两条路安尼尔。以上。各位议会，各位同仁哈。我想吼，如言吼，你讲安尼吼是无公平的讲法啦，唔是讲吼，阮支持无支持啦，吼，你这样二分法是不对的啦，吼，也不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误导我们市民，讲哎，阮支持，吼，要起房屋税，这是根据这個房屋税法咧起的，唔是阮家己讲要起的，哦，好，你点点，你请我，你尊重我发言时间，点点，时间暂停。你们两个拢请坐，好不好？主席，我们要发言呢。我发言啊！我发言。不是啦，刚才就是有说
先才。我的发言时间，你拢搞，你拢点点，你拢搞点咪？多谢，请维持秩序吧。维持秩序啊，你权益问题吗？哦、对嘛哈。哦维持秩序，维持发言人的权益嘛，对不？你要讲，你家己还搁讲，还搁讲嘛？给一分钟哦。所以这是房屋税法，不是我们说要调就要调的。这是房屋税法，这是一个法令，一个法律，不是讲我爱去偌济来去偌济。金麦黄议员，所以你们要搞清楚。金麦有议员，伊的质疑就是讲，是不是让全国拢103年开始去？为什么咱103年无爱提出来起这个房屋税？是不是因为选举的考量？吼、哦，咱今仔讲选票要走去，就是啊，咱即卖就回推15年，当然大家选民拢会，咱的市民拢会无了解啊。对啦，所以就是我讲啦吼。好，请你讲。这吼，唔是阮会当答复的啦，因为我都讲过嘛，因为柯田在前市长时代伊无去嘛，所以我请伊去问柯田在市长，为什么伊临来无去嘛？哦，房屋税法。这个就是规定每三年要调整一次嘛，所以你现在来问我，而且还污蔑我，对不对？而且还二分法要立宪，哦，说哎、欸、我有支持无支持，别说讲哦我拢支持哦，甲市民去房屋税，对不对？一个财政那个张局长，要先。要先迄落，等下他讲啊，是安那？张局长，我请问啦哈，我们县市合并已经几年了？第六年，第六年。第六年嘛，啊，三年去一届，为什么咱伫迄落103年的时无爱去？他即摆他要做伙个回推，对到10年7月初开始，你是不是甲迄落甲议员说明一下？给你2分钟。因为102年的时候。不是我当这个税务局长，但是我也可以，因为我有参与那一次。那一次就是说，这个调整，我们是不是5都，因为我们的财政条件比较差，好，是不是说这个调整，好，这个调整呢，我们暂缓一下子，啊，因为这一定要调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调整。啊，都咱的台南市唔得，靠迄度啊。看我安尼讲诶，那时候我们跟桃园没有调整，没有做。啊，桃园迄个世界大概嘛，知影上有名诶，财政问题上较严重诶，负债遐侪。喂，各位议员，咱有议员同事要张局长，你请坐好啊。咱有几位议员想要先表决啦，即摆是要先裁决了后，较搁讲啊是安怎？今仔日因为今仔本色啦吼。本身先讲啦吼，今仔日有16个议员发言啦，啊有14个反对啦吼，啊有2个议员无明确的表明啦吼。我是希望请咱台南市政府吼取消伫迄90年吼，对于迄个7月初1开始伫每年你所发出去的即、這个迄、那个公告，意思讲咱每年开始咱的房屋税要起嘛吼。本身希望台南市政府取消啦。因为真侪议员，咱所有议员拢反对啦。尤其他拄啊吼，你是3年，你是3年嘛，你的换算就是讲，第一年我去50几%嘛，第二年我去70几%嘛，第三年我80几%，算起来都要197%嘛。三年起来，咱的税，咱，所以大家外口会质疑嘛，所以真侪无清楚啦。啊，咱希望讲咱的促销吼，迄、那个回推15年啦，咱是不是要咱所有全国对一？103年开始来加这个房屋税啦，好，我是支持安尼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大家讨论也足多啊啦吼，本色性，等一下表决，等一下我裁决后会跟你们讲话啊，好唔？是啊，本色是不是先裁决讲吼，请市政府取消。好好好好，来，是按都是你们的意见，各位议员就是有一半，啊，未先表决讲哦，要阁继续讲到煞吗？啊，你请说。刚才针对我们主席的裁决，我们副市长哦，吴副市长跟我们所有的相关局长，你们对主席的裁决有没有？有没有自然难行的地方，或是能不能执行？
哦，总是那个唐议员表示一下意见了。我们是议会啦，我们的裁决就是让他们回去上脑科领工，因有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的裁决就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所有各位议员的权啊。好啦，那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说，还有三个议员要第二轮发言，先给您发言说，那王嘉珍议员请。那个局长，你刚刚在事前跟我们做说明的时候，你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因为台南市议会有一些意见，你们也接受了某部分台南市议会我们记者会所表露市民的忧心，做了所谓房屋税的修正。你刚刚有没有讲这句话？就是一些舆会、一些舆论的，不管是舆论或者台南市议会，对对对对，我们的党以及无党籍朋友开记者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意见是不是变成你们参考的资料之一？是，我们有没有胡说八道？谁在胡说八道？是，没错。再来，你们再说，刚刚也有本会同仁说这是法令，这个是什么法令啊？蔡英文总统一个总统的高度，一个司法院长的资文都可以撤掉，这个法令那时候讲的各地方政府自行考量嘛，对不对？各地方政府自行考量，是不是应该听民意机关的建言？今天现场几十席议员，我们现场发言的没有一位说房屋税不可以涨，我们讲的一个关键点都是在说，如此这般不堪的经济景象应该不要回溯到九十年，这是我们所有与会同事关键。那另外很奇怪勒，明明102年是谁执政？是不是赖清德执政？是不是赖清德不涨的？为什么许天才假扮营营不代际躺在里面也中枪？赖清德不涨102年，之前的许天才不涨，把他扯出来干什么？不是平民都叫民进党市长吗？如此这般的护航，护成这样子的，莫名其妙，还说我们误导。台南市议会以监督的角色提醒市政府，结果竟然说，哇，问问市政府你们可不可以做啊，你们不能做，不能做好，不能做就不要做了。我们常常讲，你们就整个把我们收编了嘛，看你们谁养我们嘛，还是谁已经被养得很愉快了呢，还是怎么样呢？莫名其妙。所以副市长，现在我一直不懂，处长麻烦您请坐哈，为什么你们怎么样对于回到九十年这个议题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强大民意反弹对你们要求修正的声音，包括本会的同仁？这个没有什么党派的问题嘛，就像刚刚主席在看到，王议员，即卖所有各位议员吼，主席吼，本人吼来迄个讲结论啦吼，请台南市政府吼取消高展里7月7日啦吼新建屋加迄个改建屋啦吼，诶，迄个调高迄个房屋税啦，迄个回推啦，哈，回推15年啦，哈。啊，咱是不是比照我们全国啦，哈？比照全国，从103年开始啦，哈。啊，本席的关议案呢？还要送大会吗？再送大会又要讨论一次嘞？我是讲吼，咱今仔日本席裁决。就是讲吼，促销因诶，对于迄个90年开始，迄个回推嘛，15年嘛，
咱就安尼来结束就好啊啦。咱唔管讲台南市政府是毋是唔免经过咱台南市议会啦吼，今仔日所有咱台南市议会的议员同意啦吼，拢总是反对的啦。所以即件咱就今仔日做结论，就是讲咱反对计等于修改，照咱全国103年吼开始啦吼。啊！你唔是无？你要表决吗？也无人啊！要表决。啊！我就刚刚就讲了，记录啊！今天所有发言的议员，大家都反对啊，反对那个房屋税调整啊。好，咱就今仔日已经吼，本身已经采决安尼啊啦吼。今仔日嘞，帮我水哈，专栏报告哈，就到这结束了哈。要搁讲吗？啊，就已经拆过了，要搁讲。好，林念珠议员，主席，我当这顾问呢，谢谢哈。那个局长，真的个张局长，昨天哦，那个林念珠议员，等一下哈，咱他多啊哈，本席的拆管了哈，啊上大会啦，哈，安尼。那我的时间给我扣回来哈，来，那个从三分钟开始，好，从三分钟我算够计较的，来，局长，因为这位的市民我一定要计较，你干脆你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就跟台南市民讲，我台南市政府咧，对每年开始给恁起房屋税，到加108年，就是恁一户拢是起20000块。一万的拢起20000，我讲的敢对？不对，是哪唔对？因为这每一户数字不一样。我刚刚讲的是10000块的，比如讲10000块的，不然你算给我听啊。10000块的，明年不是涨5400吗？明年就到15400。对嘛？再来涨多少？16500。好，那再来涨多少？18100。那不是3年加下来就20000块吗？谁人不是啊？没有人把3年加起来了。当然，我讲你别玩数字游戏。对、啊。我就是没有你甲市民讲，三单我台南市政府就是该起2万啦。你讲嘛，你直接讲得好嘛。但是我们今天越看越生气，你涨好让你涨啦，现在呢？你们的，要讲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啦，那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通过啊，你这三档就是袂当改的啦。哦，对，他多少人也无标个账款。好、哦，来，我要改公司啊，你买啊，你还有一个问题，回推15年的事，局长，真正忙执行呐、啊，我拄啊讲的啊。你只要若到明年度，民众去收到你的税金，你的房屋税，他们可以去诉愿，再来去向台南市政府不当的对他们加税，去告台南市政府。你敢怎样？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希望站在台南市市民。我们议员是监督啦，不是在那混淆视听啦，说我民众怕，所以我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说，我一定要让民众知道，到三年后108年，就是起20000块啦，这样不对吗？我真的也是这样起的啊，这样200倍有什么不对？我是说三年，我如果说一年了啦，是三年起200倍是哪不对啦，我在台湾不说话啦。所以我希望局长站在市民呐、啊，让大家不希望你去啦，啊不安尼啦，该当做民调。我们拿一个民调，看要给哪家民调公司说台南市民愿意让你涨税，愿意让你追溯15年，你3年一次哎、欸，再给1分钟，你3年一次，你的委员会自己不涨。现在才去给人家追溯15年，你说你现在要去，你妈妈要求去，甘是呢？你追溯15年，
台南市民给你起两档的地契税，每年都还要起房屋税，地契税起两档，在我领空就起70几%，那都偷起的。爱讲啥嘛？市民拢家己唔知道，拢起给伊无感觉的。有良心一点啦，拜托啦，张局长，刚涨两年的地价税啦，明年又要涨房屋税啦，想想看呐，市民该怎么办呐？蔡依慧议员一分钟。我做参考啦吼，你个经济三公，大家拢支持你起房屋税，按97月1日开始，我收集的不管什么报纸。拢反对的咧，啊！你讲有经济就对啦。佮讲啊严重，但是用看待讲影响地房屋的交易，可能甲你骂这，我是有时想讲，想想嘛，感觉讲你家拢来机会讲白话哩。我对不讲，其实你讲起房屋税，你甲我讲啦，按97月1日开始啦，迄102%，啊无在野党交国民党讲，恁照共起落，都共起，我本税都起2.2倍啦。局长，咱卖讲白话，咱以为讲白话，随时掠报，这电视在转播呢。那你家看，我看嘛啥？你看，含《经济日报》对报都拢讲你反对啦，拢反对较济，含卖讲电报发，《中国时报》大家拢反对，讲你安尼做不大对啦。哦，咱卖讲上济，阮主席讲高讲一分钟，我来讲一分钟，我上听伊的话啦。多谢咱议员哈，麻烦咱的副市长哈，咱吴副市长啊，甲咱局长啦哈，请希望讲咱市府那边尊重咱议会的决议啦哈，尊重啊，啊，所以唔通阁一意孤一意执行啊。给一分钟，嘿，安那。我伫遮呼吁啦吼。并要求啦，爱讲要求啦，希望促销吗？这会当暂缓的，你听无啦？即马外口的声音，遮尼啊反对的声音遮尼啊大，会当暂缓嘛？对不对？会当暂缓未？无你这市府不当的得利，哪要搁个例哦？我跟你讲哦，资源公告出去啊，买当收回啦。可以暂缓吗？因为你们不是公告，你们是公布而已嘛。你今仔日报出来，就是要执行了嘛？公布而已，没有公告的那个理由嘛？所以可以暂缓嘛？可以暂缓吗？收回执行啊，可以暂缓吗？可以暂缓吗？公告至7月1日实施。你不是公告啦？公告。你公告，下面你公告，其实你的行为是公布嘛？你的行为是公布而已嘛？啊，我起码来跟你讲，可以暂缓吗？在法律上暂缓有没有可行吗？外口的声音这尼啊大，大家拢反对，大家拢感觉无公平，正义提倒去。可以暂缓吗？还是请副市长、局长，你两个下面两位讲，干党局长你讲。这公告实施了，没有。我是局长，我们是希望说所有的议员啦，佮包括咱台南市民拢反对啦。是。啊，咱是要求讲会当暂缓吼，是毋是讲你安尼诶回推是无公平的啦？咱台南市民嘛要较细汉啦，啊是毋是恁佮等于参详一下？啊，阮今仔决议就是希望你暂缓啦，吼啊取消这个对90年开始回推啦，吼、哦，咱今仔决议就是安尼啦，啊，伊个，嘿，我们今天的决议就是这样嘛，很多议员，很多所有我们的市民，大家都反对啦，吼、哦，今仔日咱的迄个房屋税哈调整专案报告啦哈，到这已经结束哈，非常感谢咱的吴副市长。啊，還有我們的中局長率領著所有哈，咱市府團隊啦哈，本會各位議員同仁的出席，加以咱新聞媒體各位好朋友的採訪，多謝各位。現在本席宣布，今天開會到這結束。